好，诸位法师啊，诸位护法居士，我们昨天说啊，这个往生呢是现在的事情，不是临命中的事情。虚空法界尽是佛，其中多了一个小人。对，就找一个我相，就是小人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二天啊，这个见性大法。诸位，我们在台湾的40年前，台湾呢、这个牛车，诸位底下这个要注意听啊，你们看过牛车吗？牛在前面，车子在后面。好，现在注意听，车子不动的时候要打车子还是打牛？哎，答对了。着相修行就是打车子，打车子，车子一样不会动。无相修行，用清净自性修行，就是打牛。诸位，佛法是心法，务必要彻底在心地上无相下功夫，你这样才能进入佛的领域。着相修行之人，累劫不得见性。所以我们今天呢、要进入第二天的见性大法啊，六祖的见性大法，诸位要认真的听，因为时间很短，只有7天啊，每天要讲10个配偈10页，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进度，要不然讲不完。好、好，诸位看第9页的倒数第1行最下面一个字，能就是慧能，慧能后字潮汐啊，就广东啦、又被恶人寻逐啊，处处都是坏人啊来追逐，乃以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。那因为这个弘忍大师啊，叫他在示会的时候要隐藏起来。凡经15载，共15年，时以猎人随意说法，随意说法。这个猎人呢，常令守网。守住这个网，要用网啊捕这个生命啊动物啊，每见生命尽放之啊，只要有命的，能活的，能救的，尽量救他。每次饭时以菜祭祖啊，因为没有办法吃这个纯素啊，在猎人队里面哪有人在吃素啊，那就把这些野菜拿来呀、跟这些肉煮啊，煮在这个肉锅，就以菜祭煮肉锅，没办法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祖师了不起的地方，人家祖师的修行他都是在心性下功夫。哎呀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凡夫在修行哦，那个执着。有一个在家居士啊，跑到我们讲堂来，拿了一包饼干啊，他买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看还是怎么，跑到讲堂来呢，刚好碰到师父，他说：“他师父，我去拜佛，可是呢，我师父你看。”我买的这个、
蛋饼，就是那个饼干加了少许的蛋，就这样子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这，哎呀，加了蛋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没有小心看呐、啊，你看，啊，就这样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师傅，我饼干呢，暂时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哎呀，我又不吃蛋，啊，你看，我不是说对跟错，饼干里面跟蛋怎么办？啊，一点点。那六祖，你看，以菜祭祖肉锅。”就修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众生都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。好了，他就说：“师父，我到大殿去拜佛，等一下我再来拿这包饼干。”我说：“可以，你赶快去拜佛，来，很快就可以吃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为什么？”他去拜佛，拜了三拜，来回来的时候，一看可以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那个蛋啊贴用贴纸贴起来。我说你念念看，现在念念看，叫做蛋啊，不饼。我说对啊，现在只有剩下饼了，没有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修行哦，我告诉你哦，那饼干里面加上一点点蛋，难道你要把它浸泡水，然后再把它分开这个蛋这个饼吗？修行是这样子修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那个也没有办法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去大殿来，我说现在可以吃了，你看看叫做什么？哦，叫做饼，因为那个蛋我用贴纸把它贴起来。哎，修行哪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的，对不对？那要像六祖慧能大师以菜祭祖肉锅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那个执着到，你这个锅子啊，有没有煮过肉啊？对不对？他说有啊，你去帮我买一个新的。但有时候我们到在家祭祀去的时候。你要知道说，你这个有没有煮过鱼啊、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家祭祀没有吃素，当然会啊。啊，每次你到人家去，人家都买一副新的给你用，那还得了？啊，要不然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后面就背黑锅。啊，不然你怎么吃素清净呢？啊，吃素用功，它素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，不要搞错了。吃素就代表成佛吗？啊，不然呢？我们那个一贯道的，都吃得很纯，对不对？那知见正不正啊？啊，不正，你讲我可没说了。一贯道，道兄不要找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众生，这个修行是很可怕的，没有碰到善知识，你看，高雄现在碰到报了一则大新闻。哎，你要问说，师父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哎呀，显像啊，什么见到分身啊，啊，我跟他讲，我叫做上八粒，我加一粒，我这粒叫做破戒心哈。你那个只有七颗哈，七粒，我这个八粒，你知道不？我这赠送的送，你敢知？我还在送八粒，我加一粒，我这粒就是般若无相清净心。凡所有相即是希望，你说、啊、你看到分身，昨天那一句英文怎么讲？啊 ，and 说话，你又如何？你看到了分身能断烦恼吗？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全世界的通病啊！全世界就是喜欢看到这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他认为这个叫做修行啊！哎呀，很了不得啊！世尊一句话就解决了，凡色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一句就解决了。所以啊，要跨进佛门呢，有多困难呢、啊？有多困难？那我们也不方便讨论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你要去信谁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没有意见。但是你要进入佛门，告诉诸位。诸位在座诸位是了不起的，非常了不起的善根，要跨进第一步都很难，还要拥有正知正见，他今天还闻到见性大法，难如登天啊！你们就自己鼓掌啦、啊、哦，哎，因为我只有我一个鼓不够大声啊，你们自己勉励吧。有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啊，底下了啊。
或问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对唱功讲的。唱功每次都问你吃素吗，我们就是跟他回答我们吃肉边菜。唱功就会回答肉边菜嘛，吃久了就会吃菜边的肉。哎，糟糕了这个。他就每次就你水里，以前的大专佛斋戒协会我都参加了好几次。好了，这一日思维啊，哎呀，有一点想想，食当弘法不可中顿，哎呀，不可一直隐居起来啊。哎呀，遂出自广州法性寺啊。那个时候啊，刚好这个印宗法师在讲这个涅盘经。注意，涅盘经的旁边写八个字，叫做常乐我净，前面都要加一个真。注意哦，不是常乐我净哦，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。为什么这大般涅盘经叫做讲绝对的佛性？绝对的佛性，我们绝对的清净佛性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啊。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发挥了哈。是时有风吹幡动啊，这个幡呢就是祈福而立的法物，我们祈求这个福啊啊立的这个法物啊，这个幡呢就是长薄下垂的，叫做幡。哎，薄啊就是棉花的棉的右边啊，叫做长薄下垂，叫做幡。祈福而立的一种法物啊。那么时有风吹这个幡动，有一个出家人说风动，另外一个出家人说幡动，议论不一样。哎，一个说幡在动，一个说风在动。能就是慧能，进曰，进就是上来，前进一步叫做进，前进一步是好方便说话。说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人则心动。诸位你看，这个禅宗里面讲动念即观，动到一个执着分别，对向上的一个执着跟分别，就是不对，就违背了清净自性，两个人争执不休。你看，哎呀，一众骇然，很惊讶，非常惊讶。这个印宗啊，言字上席啊，真结奥义啊，真就是征求啊，来问询问。为什么讲奥义呢？因为我们的佛性啊，深奥幽微，世间人太难了解了。世间人看的都是表象的东西，在这个缘起的假象里面加上一层语言文字，加上音声，然后强迫自己接受这个观念，然后卡死这个观念，就是众生。我们用现在化的语言叫做意识形态，所有无量无边众生都是卡在意识形态。啊，底下啊，就征求来问这个啊，我们佛性的奥义，深奥的义理，见能言简理当啊，见到这个慧能大师啊，六祖啊，哎，说的话很简单，因为他大彻大悟的圣人啊，讲话很简单，理当单刀切入，每一句话都是见性。不由文字啊，文字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呀，人类创造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人类的五蕴本来就空，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，那当然是短暂的，刹那生灭的。终言，印宗法师就说：“哎呀，行者，你这个修行人，定非常人了，一定不是普通人。”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哎呀，早就听闻了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传来南边了，
莫是行者佛，难道不是你吗？哎，意思就是一定就是你。能也，未能，大师就说了，哎呦，不敢，很谦虚啊。你看这个祖师的一言一举一动都值得我们效法。总于是指弟子礼，印宗法师呢，意思啊，就主动的，那么把他当作是六祖的弟子来顶礼，说：“哎呀，麻烦呢，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。”这弘忍大师啊，把那个衣钵传给你，麻烦您出众，只让大家看一下。这印宗法师就问了。这黄眉护主如何指授？哎呀，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啊，怎么教我们修行啊？如何的交代我们？如何的指导我们来修行呢？能曰，慧能就说了：“指授即无。天地万物当体即空，相不可得，万法唯心限量。指什么呢？”啊，本来无一物，啊，何处惹尘埃？没有东西，你如何来指示人家呢？指受即无，唯论见性啊，不论禅定解脱。这句要很注意听。只要你见性，自然有禅定；心性无着一切物，心自然就定；见性自然解脱。因为是不二法门，见性跟禅定是不二，见性跟解脱是不二的啊。中耶，那么为什么不论禅定跟解脱呢？为耶，为是二法啊，为什么打断了，把这个法打成两段呢？世间就是二法，就是二元对立的。能所不断，能念的心境界从来没有断啊，是非不断，取舍不断，善恶不断，就是入于佛法的绝对空性里面。善无善性，恶无恶性，一切相毕竟空寂啊。我们讲五音十二入十八界，甚至看是不二不二的。我们昨天呢已经讲了，世尊在《楞伽经》里面对大慧菩萨说：“如何修行啊？”佛告大慧菩萨：“见一切相，彻底摧为为尘，彻底摧毁假象。”你会发现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菩萨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当体即空啊！因为我们妄想颠倒执着，以为有这个人生跟宇宙，在这个妄想颠倒执着，我们建立了时空的观念，一切烦恼就产生。所以唯一是二法，二法就是对立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二之法。为什么叫不二？就是当下。如果你要讲一句更贴切的话，用比较长一点的语言啊，就是现前一念；讲的短一点叫做当下；讲的长一点叫做现前一念。本质具足清净的法身，可是众生就是认识不出来。所以佛法是不二之法。中又问呢，印宗法师又问呢，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门呢？要问清楚了，慧能就说了：“法师讲涅槃经，经明见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”那，哎呀，你不是在讲这涅槃经吗？这个经明见佛性，就是你讲经的当下那一念
就是常乐我净。哎，所以这个经典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常乐我净的见性大法。哎，那么是佛法就是不二之法。比如说我们讲无常，无常当地即空就是常，这方便说的了，方便说的了。佛性无相，讲常不对，讲无常也不对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讨论到啊。就像这个《涅槃经》，高贵德王菩萨，高贵德王菩萨啊，写做一下笔记，这个《涅槃经》的第21到26卷，就讲这个高贵德王菩萨这一品呢、啊。白佛言：凡世众尽尽作无逆罪，以及一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佛。啊，佛陀就说：哎呀，犯了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，啊，这个世众尽作了啊啊。那么世众就杀盗淫妄啊。那么犯了这个杀盗淫妄，还有做这个忤逆啊，做一下笔记啊。有的菩萨就讲七逆，有的讲忤逆罪，其实就是开跟合了，其实差不了多少。第一个就杀父，杀掉自己的父亲，以下犯上叫做逆啊。第二杀母，杀掉自己的母亲。第三，杀和尚阿舍离。第四，破结魔转法轮身。第五，杀佛或者是杀阿罗汉啊。那么有的已经过去了，像佛也不在了啊。那么阿罗汉你也杀不死了哈、啊，所以现在有杀父杀母的了哈、啊，杀和尚阿舍离还是很少听到了哦。很少听到，我要跟你没有深仇大恨，你干嘛要把我干掉呢？对不对啊？恭敬都来不及了，啊，杀掉这个自己的上人了、啊，哦，那这个大逆罪。那么一禅体，一禅体就两个，谤佛、谤法、谤身，毁谤三宝，就断一切众生慧命，就是一禅体。第二，起恶心。道常住物会断众生的慧命，起恶心、啊、道常住物啊，还有一个、啊、就是谤三宝，那么这个叫做断三根，就是一禅体啊。三宝是我们所依靠的，是我们要解脱的一条道路，我们反过来起恶心来伤害他啊，就一禅体等当断三根佛性佛，就是做了四众戒啊，犯了四众戒，造了无逆罪啊，以及一禅体很极重罪，怎么样？佛性有没有断呢？有没有断这个善根呢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是常，二者是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。到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把笔通通放下来，眼睛通通看我这里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先讲一个台湾大学的，台湾大学有一个晨曦社，台大晨曦佛学社的，他到美国来，哈佛大学来攻读博士，他对佛法很有兴趣。有一次呢，看到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常乐我净，很欢喜。结果呢，从美国回来，你来找师父，啊，来客厅就问讯呢、啊，顶礼呀、啊。哎呀，就说师父啊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你记得吗？那么多，
对不对？说不记得嘛，不好意思；说记得，不可能，那么多学生。哎，我说好了，我说从哪来啊？他说哈佛。哎，我说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师父啊，我看了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啊，很法喜啊。我说呢，你得到什么？哎呀，我们这个佛性啊，是常乐我净。我就说先讲第一个字就好。我说你认为佛性是什么？他就是佛性是常啊。我就问他，我们的清净自性如果是常，如何转凡成圣呢？如何转世成智啊？如何转烦恼成菩提啊？哎，大德居士，我要问你，转世成智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凡成世，转凡成圣，能转的东西是常是无常？说。当然是无常啊，无常才转得动啊。我问你，你这个常的东西，你吃东西，你要无常才能消化呀，对不对？常啊，吃下去啊，就常常含在口中，你怎么吃下去呢？要无常才能作用啊。诸位，我现在如果用清净之心在说法，虽然所显现的是生灭的无常法，可是当体即空，就是清净之心的显现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啊，我就问他啦，你说佛性是常，我说不对，佛性是无常。佛性如果是常，如何转凡成圣，转烦恼成菩提啊，转世成智呢？哦，那师父，你讲的跟我看的经典好像不一样。我说我悟佛的心法，为什么会跟佛讲的一样？我讲的才跟佛一样呢，你去悟的好像不太一样哎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众生他就这样。这个在《楞伽经》里面讲的，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？就是因为不了解当下。譬如说，外道，佛在世的是有一种外道，这外道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世间是无常，那一定有一个上帝，一定有一个上帝。”是常，常这个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变成无常啊。世尊就问他，无常是无常的因啊，你如常如何创造无常的世间呢？此因跟果完全不对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众生就是这样，用观念在学佛，用观念在学佛。比如说，在座诸位，我们先听经文化了，知道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色身是不净、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刹那生灭，一切法不可得。”哎，我们现在在，哎呀，我们这永恒的佛性，不知道开悟人的境界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佛性是永恒的。”他就马上。就无常，避开无常，避开无常哦，哎，然后另外接受一个常的观念，知道吗？这个就完蛋了，这个就完蛋了。为什么昨天师父说大彻大悟人一刹那间即见永恒？为什么在刹那间马上就见到永恒的法身慧命？因为刹那当体即空，没有刹那，没有永恒，那是方便说。常跟无常也是这样。好，再回归到阿含经跟大圣经典。哦，这个常跟无常很难讲的哦。好，小圣经典叫我们观照，阿含经叫我们观照，一切法不净、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。好，凡夫认为一切法无常，很苦。二圣人就是体悟到色身无印皆空，不净苦空无常无我，所以他一直修行，修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一切法苦空无常无我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依靠什么呢？那我依靠什么？那一切法无我，那你叫我依靠什么？哎，
世尊就说啊，